头高啲，稳住重心吓。嗱，成一直线啊。好，再嚟。One two, one two， 一保拳嚟。One two， 再 one two， one two， one two。记住，系边个三？防守就是最好的攻击。喺三步之后揾到对方嘅弱点，然后全力反攻。三七又名田七，民间叫做止血金不换，是治疗铁打损伤的伤科药药，既可内服又可外用。孙老师啊，三七是不是最主要用来止血的？是啊，三七的主要功能是活血化瘀、消肿止痛，用于治疗跌打损伤这一类疾病。嗯，最新的研究认为，它对改善心血管系统、这个恢复运动性疲劳都有很大的帮助。当然这个孕妇和小孩子就不宜使用了。